来尝试。周末有时间到菜场来买一点这种小虾，40块钱一斤啊！我们来给乌龟吃，看它吃不吃，是活的。来，龟龟，看你敢吃？哎，叫它爷爷吧。还有点怕呢，来，给它自己抓。哇哇哇哇！有点小，在找呢。来，刷，好，一口呢干掉了。他喜欢吃虾，呀，一口就吞掉了，吃虾补钙。来，来，再吃，今天喂的不饿，原来不吃呢，虾不怎么吃，不饿呢。不，昨天吃肉吃太多了。好了，玩完吧，我饿一玩吧。好，你看那三个虾呢，它就吃一点点，它不饿，吃饱出来了。看到哪去？吃饱出来了，你看又去找人了。哎，嘿嘿，吃起肉。龟龟，把下面的，你看呢？龟龟呢？把它下面的，它坐在这里，跑到这个藤椅下面的，出来，躲在下面干嘛？看，在这个，躲在这个椅子下面的。龟龟，躲在这里干嘛？吃午饭了，这么好的虾子乌龟不吃，我们人来吃的。然后这道是酸菜鱼，好了，吃饭吧，睡午觉喽。还在跑，走，快点睡午觉了，睡午觉吧。你动他就动。